摇滚吧，爱疯。是的，他们正在为最佳乐队争霸赛做准备。我们需要一样的夹克、发带和墨镜。这是一支乐队必须的。当然，我要是最帅的。成长没那么简单，你需要学习许多。爱疯，大声点儿，去超越别人。就要付出所有的努力。不过挫折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感觉不太好。但是爱疯，你有这么好的嗓音啊。小伙伴们，我非常紧张，连唱给你们听也是，我怎样在无数观众面前表演呢？不好意思，谁要美甲和按摩服务吗？看看这个，宝弟与好友今晚将会参加最佳乐队争霸赛，我们可以切断会场的电源，破坏这个比赛，把观众的暗源能都吸收起来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我们还可以混到比赛当中。我唱歌不好听，歌词也不行，但是我很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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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。不准停。我很确定观众会嘲笑我糟糕的演唱。在取悦很多观众之前，你必须先取悦一个观众。祝我好运吧。独特的武术动作能帮到你。叫做闪电乐击。到你了。行，这能行得通吗？哼哼。娇儿，你去别的地方练习。抱歉。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怀疑自己，这会压垮你，这会让你冷静下来，坚定自己。没关系的，爱疯，你能做到。对的，现在用闪电乐击。看，我做到了，这些手指运动会让我弹好吉他。你还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。继续，相信自己。我又被自己打败了。你准备好嗨翻全场了吗？抱歉，我不能出去。我们支持你，我们相信你。海风，你不能这样跑掉，他还没给我们鼓掌呢。接下来欢迎首次登场的猫王组合。
要把黑板更难听。我的耳膜要破了。嘿嘿，他们肯定没有经纪人。元能耶！这可是贵宾席啊！韩百达！我们只能用美妙的音乐去对抗他们的噪音，所以你必须吸引观众的所有注意。可我做不到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的音乐也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声音，小麦，教教他。你可以的。去超越别人，就要付出所有的努力，不怕挫折。你的表演就这么一点吗？够了，不要放弃。谁放弃了？我受够了没自信的自己了。我们开始吧，宝迪。是癫痫发作了吧？有时候你担心自己不够好，感觉自己很渺小，但你必须前行，即便是失败。他已经失败了。停下来，你们都要臣服于我，现在。哼。哎呀，我还没打完那段呢。一起唱。
相信，勇敢面对，任何问题都能解决。相信自己，不疑惑，不害怕敌人被你打败，只要你相信。哦哦你最摇滚了！哎，嘿，只要相信自己，就能实现梦想。